中国家庭教育协进会台北市分会成立大会由筹备主任陈敏华主持。他首先说明了成立的宗旨，是发扬我国固有的伦理道德，以家庭教育为基础，协助政府学校培育有国家观念、民族意识优秀的下一代。协进会的名誉理事长于斌也在会中致辞，他表示，家是国之本，儿童是家之本，我们应该把我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继续的发扬光大。全体会员并且进行了选举李监事，陈敏华当选为理事长。